在一个黑漆漆的夜晚，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巴黎近郊，一场闹剧悄悄地上演。Hello， 三七零。Hello， 短颈鹿。Hello， 布丁。今天好热，我都快要融化了。那我帮你吹风，这样比较凉。不行啦，这样它会融得更快。哦，对吼，我真是热昏头了，哈哈哈哈。这时，一旁小屋的主人出现了。啊，今天好热。咦，有三七零耶，把它吃掉好了。哦不，双麒麟，你被吃掉了。于是生气的布丁决定，你们几个听着，我的好朋友被坏人吃掉了，我决定帮他报仇，你们愿意帮我吗？嗯，我们当然愿意。好，那我们走。那正好，我们一起把它。于是，小屋的主人就在生气的布丁一声令下，被点心们吃光光了。这时，一直在旁边默默看着这一切的短颈鹿，实在看不下去了。你们冤冤相报何时了？就让我来结束这场闹剧吧。咦，啊，我的脖子怎么变长了？咦，怎么肚子突然好痛哦？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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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我也回来了耶 ！Hello， 短就这样，他们救回了双麒麟，而这场混乱也就此结束。